现在的审美条件不再像是过去只要瘦就好了，对于线条的追求是越来越重要。艺人周小涵，她是受邀担任了医美品牌美丽现形大使，她是以一袭黑色贴身露肩礼服出席，展现她窈窕的身材曲线。她也透露自己非常注重脸部线条的维持还有保养。台湾平。